他长寿。上一个谁这么坏啊？我怎么一下把他供出来了？有点坏啊你。这个。你是不是读到了我的内心？大家好，我是陈静飞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子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七赖美云。大家好，我是比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余更英。枪，这个枪的配色有点太猛男了。想选这个棒球棒，巴啦啦小魔仙。代表月亮消灭你，巴啦啦能量，沙罗沙罗小魔仙全身变。双枪会给出答案。哈，呼啦呼，水明月变身。下一位艺人，好嘞，这是我给下一位艺人抽的，就是我希望他能发挥一下创意。对，这个让我跟他合影拍照，有点坏啊你。就是他永远都很开心，很阳光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这个看上去像套在脸上的呀，但是啊，我觉得他有其他的用法。我觉得他可以当成王冠戴在头上，我觉得可以试一下。Behold the king。下一个，我希望他是男生啊，我就这个吧，给他们一般都会比较喜欢对吧？拍照，那就这个吧。这个，看我选的这个应该还算比较简单吧，就知道我是一个好人。对，谢谢你，加油。你是不是读到了我的内心？还有一个，林娜贝尔，林娜贝尔，那就这个吧，我是代表粉丝一员。这是什么头纱吗？这是，希望能够把珍藏在内心想对粉丝说的话，在这一次勇敢的说出来吧。上一个谁这么坏啊？我选一个道具给下一个嘉宾，我选的这把红色的扇子。那道具拿来吧，给我挑的这个干啥呢？真是希望他可以照出二人转的感觉，希望你不要像我这么热。浪里个浪啊，浪里个浪啊，浪里个浪，里个浪浪浪，哎呜。大家还满不满意这个照片呢？如果比较丑的话，希望可以尽量别发红吧。